真的很屌！换上这副行头之后，整个感觉就是一个刑警的感觉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好不好？海哥，好不好？哦 ，CID，OK， 哦， CID, okay? 哦，好不好？海哥是最近有要选举吗？你要去助选员是不是？来来来，来拿一下，等一下，给我，他没有讲错，先给我一下，先给我一下，先给我一下。哎、欸，这你刚才打的不好，再来一次，再。好，哎，奇景啊！没有，我先解释一下，好不好？我这一套的这个制服，感觉上就是一个刑事警察的感觉。什么叫走路工？走路工，他百搭哎、欸，也很像环保局的人员，也很像抄水表。不要讲这种东西，刚那段我要剪掉，你把帽子拿掉，不然就会变成我袭警，对，这样就没事。这样 OK 吗？这样 OK。干什么？你在乱干什么？哎，帮助袭警。没有，没事。我是在示范给大家看。我平常是便衣，但是我现在穿的衣服，新北市刑大。新北市刑大这一辈子都在找一个完全没有，就是被人家可以看出来是谁的人。对，台哥经过交通大队之后，你现在直接升级变一日刑警。我跟你讲，这根本就是一个我人生的荣誉。维护社会的治安，我完全懂你的抗争。进来这边之后呢，就会了解很多他们侦办的技巧，日后犯罪更加方便。因为他就不要你们乱。哎、欸，打的时候握后面一点，那个声音大家都有听到。OK， 反正 anyway， 我今天能够来体验一日刑警，是我无上的光荣。到底知不知道刑警的工作是什么？知道，看你这么起劲，好像缉毒、攻坚、爆破。哎、欸，抓奸算不算？抓奸是蔡圭在做的，蔡圭。控八控控，就北七。我先问你一下，怎么样？他们现在是不是在开那个一个很重要的新会议、空间会议什么之类的？我不知道，上一次也是差点就去了，你还记得吗？报告那个副大座，刚刚你讲交通警察需要到空间吗？目前是不要，不用了，今天没有。今天没有。哦。啊 ，P 小组是刑警吗？是配合，是配合。那特勤组又是特勤组，就是刑警，就是特勤组就是。你就是特勤组。我靠，我们特勤组就是特勤。我靠，我特勤组。特勤很。Check it out, man。我靠！很多人呢，裁判长，而且超安静的。这么多人方便吗？哎，我们全部都在等你们两个。他们有冲锋枪。那个应该是玩具，那个没有。怎么可能？我靠，不是什么哥，通常怎么可能带来这里？你要去是哪里？而且没有，他们有冲锋枪，你有两颗。现在剩一颗弹。好。学弟好，我们今天刚好有一个缉毒的攻坚行动，欢迎你们加入。报告大家，为什么随便动让我乱加入？不是我好紧张哦。包站长，第一天就要加入缉毒吗？等一下，如果说缉毒的时候，可不可以我们的脸用马赛克处理？谢站长，放心，我们有 P 小组来协助攻坚，有没有信心？嗯，报有。我跟你讲，其实哦，你不要太紧张。你看哦，才第一天报道不到五分钟，我们就被挑选去当攻坚的尖兵。对，他们很可能要读警官学校读四年，然后要在刑事几十年，对，他们才有去攻坚的任务的可能。哎呀，我们第一天在第五分钟的时候就被指派这个任务，这是无上的光荣，真的。凯哥，你真的不要怕，真正害怕好像是你。你看你手都在抖，你看。
所以你真的不要害怕。我不会去，我没有怎样，先帮你压压惊，真的是。你在袭警的话，我就告你哦。你要不要袭警啊？CID 啊。我觉得你们两个今天很震惊哎。因为形式，你今天来第一个就已经讲到说什么卧底什么攻坚，先学姐我心情都没了。你现在科学鉴定一定是一个那个什么组长，然后头都秃秃的，然后很胖，这样乱讲。再讲讲要威力哦。欢迎学姐。哎呦哎呦，学姐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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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好，讲讲林学姐，你是负责刑事警察局 model 科的吗？学姐大概是服务大概几年？三年。你是刑事警察？对。所以你也会拿着枪攻坚？我跟男警是一样的。你一定单身对不对？通常你单身吗？哎，对，我是单身，这就是单身。你单身吗？就是有男朋友，所以说男朋友也是刑警。疾病是真的是疾病的，我也是有办案的能力的。对，所以今天呢，整天的行程，学姐都会跟两位学弟介绍引导。那我刚刚讲说，学姐这边是一个它的正确的名称应该是什么？刑事鉴定中心。你们如果真的要，比如说你没有怀疑偷吃的话，你会把他内裤就拿来这边叫同事帮忙鉴定一下，说哎，这有没有我提其他人的提议？那很明显，因为他不能够去让他们的同事去做这个，对，不可以，他只能用手边的工具，这样你懂我意思吗？不要再乱讲，好不好？第一个要体验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测，真的假的？我们等一下可以测试这个吗？我早就想问你很多问题，我跟你讲，我更想问你很多问题，你等着吧。Baby 的事情小心一点，我在想我要不要叫 Baby 妈。哎，你们两个今天很客气，也不会说抱一下学姐啊，都没有。刑事警察没有人，你怕就被弄了。擒拿术，苍蝇老师，你现在怎样？你也不要找这种学姐。先被嫌弃吗？不是，因为你知道吗？你的手这样不小心，他打你，真的有哎。他反手就这样，反手就这样，这样，哎，我不相信。学姐，学姐。哎，跟正常人差不多，跟女生差不多，他跟正常女生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你来，我。凯哥的蛋不要再闹，好了，学姐你不要见怪，来见识一下，好，好不好？好 ，Go！ 你要去哪？转好，OK 的，学长大姐，谢，欢迎到我们测谎室啊，当刑警会有两个。重要的话，第一个是现场收证，是第二个就是你找到人了，对，物证跟人证是相对在法庭上重要的证据。那测谎面对的就是人证，在这个测谎的发展大概有100多年了，是最基本的，还是从人的呼吸、心脉血压，还有护垫反应。所谓的护垫反应就是你情绪的改变以后会改变你身体上的电解质。氯化钠等等这些在我们整个成分上会改变，所以一般人在这个状况底下。难逃过这个测谎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你不要紧张，你不要有什么事情你就说。我们的张警务证，陈警官，这小孩根本就没有办法在你妈妈面前说谎。小朋友都很诚实。好恐怖，好恐怖，妈妈好香。Check it out， 来测谎。现在呢，这坐我旁边的呢，就是刑事鉴定科的张老师。想问一下张老师，这个电脑屏幕上面、有很多这个曲线。您可以在屏幕上看到国际上最常用的电脑化测谎仪。这个是心脉跟血压。OK， 绿色的部分呢？绿色是敷垫。那蓝色的线？我们量测的是呼吸。好的。那我现在我想问一下受测人啊、那个小胖，在还没有受测以前，你就直接讲，还是行不行？你怎么样？但是台哥那边叫百香哥，下次帮我上马赛克。没有，我怕我以后。你手你在干啥？这样我以后可能交不到女朋友。你交不到女朋友，跟你脸有没有打马赛克没有关系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加压什么？对，就是类似你在量血压的时候，就是贴上你的手臂，对，那才会收到讯号。六国民先生，他没加压，等一下。现在我现在就是要再加压，我现在告诉你。哎，小胖现在什么感觉？很紧张吗？就是那个有点勒紧，像我这样不小心用扇子打到他的头，会不
会不会影响他的受测的结果？当然，我们在实际测完不能做这样。不可能，好不好？大哥，你要看这一条，就是刚刚你打他是吧？飙到破表，飙到破表，破表。我们现在开始要测验，第一题，请问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要当一个明星？没有。你觉得你长得帅吗？是。做啥了？你是不是觉得你比白翔还帅？是。你会不会很讨厌陈百祥、阿良？你觉得他们常常欺负你？不。你觉得台哥跟我的经纪人 Demi 他们有没有一腿？你觉得台哥说他跟 Kid 的经纪人没有一腿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假的。你有嫖过吗？有。我的人生毁了。没关系，这一题我会帮你解决。好，没关系。你有在公司打过十强吗？有。他不敢说没有。你是不是对麦卡贝里面的员工经常存有性幻想？有。你性幻想的麦卡贝同事是 Tina 吗？不是。是 Anita 吗？不是。是 Marky 吗？不是。是 Demi 吗？不是。是男的吗？是。是陈百祥吗？是。你们叫什么工作啊？没有办法录，你觉得可以？我觉得可以了。我问最后一题，你可以问小胖，你是不是觉得 Eric 很直？不是。哎，他说完了。不行啊，那你我不能打死你。他说完了，超严重。太吵了吧！好，张老师，我想请教一下小胖的这个测谎的情形，他算是一个诚实回答的吗？其实你们在询问的时候，小胖已经完全诚实告诉你们。但是最后一题，你是不是觉得 Eric 很直？我可以下判断，不是。这句话是说，小胖可以移送，可以。好了，其实报告学姐，像有些时候我们在一些刑案的现场做一些蛛丝马迹的财证，那鞋印其实好像也是蛮重要的，鞋印重要，对不对？一般我们到案发现场的时候会先保全现场，然后之后我们就会请监视小组过来采集证明，就找那些蛛丝马迹。嗯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交由我们那个讲师蒋永国这样。哎呦，帅哦！监视蒋永国讲解。不用，我就要请问一下那个学长，像我刚刚看到那个灯光那个地方，它是已经是一个完整的鞋印了。对，我简单介绍，就我们采鞋印的原理呢，就是用静电的方式放电会吸附。原则上，我们用这台机器这个低光源的方式去找寻现场。你只要找到了之后，哎，发现这个背景跟这个鞋印对比没有那么明确，那我们就用静电阻力采取器去把它粘起来，粘到一个干净的背景。好，现在这块板子已经都干净了。对，小偷想偷偷走进来，你可以往前走，没关系。哎呦，嘿，没踩到，嘿。胶膜，它是一面会导电，一面不会。好，静电阻力采取器是长这
这样子，它其实这边都有金属，会它会放电，会放电。黑色这个是我们要的背景，嗯，这个金属片是要让它通电用的。你就用两个滚啊，那跟贴车膜的意思一样的。哇，好明显哦！哎呦喂，对，那一定要放比例尺，你最后做比对才可以。学长，这个我们可以实际操作一次吗？可以，好，那我踩报纸，这样就有了。不相信这样子有，我很轻哎。我跟学长们已经到达了这个犯罪的现场。刚刚有一个人擦过这个报纸以后，偷了2000万就离开了。我靠，超明显的哎！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会有两个痕，因为一开始台哥角度是放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我下手要准，是就只能一次，只能是一个。是他很 gay 搞，他又叫我重新摆放，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上面。台哥，你另外一边，台哥，等拿起来，这样整，刚刚把他们放在空中。你现在自己做错事，然后怪嫌犯就對了。没有，下次嫌犯不要主导那个阻挠警方办案。嫌犯就是要阻挠啊！台哥，我跟你讲，我完全了解到了鞋印鉴定，他们还有一个空气枪弹道鉴定，所以我们要可以摸到空气枪吗？可以。Yes， 可以啦。好，现在呢，这个哎呦，学长已经换上 Doctor 的衣服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枪弹实验室就是说要测出枪弹有没有杀伤力，对。对，我们的新北市中心的枪弹实验室主要是针对空气枪去做动能的鉴定。哦，那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会针对弹体纹，就是火药枪在侦办刑案的时候，现场可能有人开枪，现场的弹壳，我们会进到这个显微镜去做比对。如果涉案的枪支被寻获了，那就会把那把枪再拿去试射，试射之后，它射出来的弹壳再去跟现场的弹壳去做。所以现在画面，现在你们这样看到就是左边一个可能是现场，那右边可能就是试射完。试射是。那它的样子会像后面这个画面，这也是一个很个化的独特的特征。这边会有两个东西，一个是铝板的测试，那另外一个就是测速仪的测这个光闸。那现在我们可以直接来测试一下这把枪。那目前手上这一把是二氧化碳钢笔，记得枪口是绝对不要超。不能。那我们可以直接让台哥来做。来做。而且每一次操作完毕后一定要清讲。对。先不要直接。对。好。那我要台哥，请把枪管枪口对放到这里。那我就开枪喽。台哥加油。哦，过了，过了。直接射过哎，他打破那个铝哎，天哪，那也就表示说他可以最少可以打破你的皮哎，一定给打进去了啦。那其实射出皮的话，应该猪皮已经中弹了嘛，猪已经在叫啊。喂，只是这个铝板只是一个初步而已，最后我们还会再用这个射出皮。实际上我们在测试的时候，我们还一定会拉上这个。哦，这个门啊，对，所以你也没有哎，要进去测试了，对。你查到的枪有人是乱改，我不知道这把枪到底打了会有什么结果，弹炸什么的，而且不知道那子弹会往哪，对，会往哪飞。我觉得工作也是有点危险，有危险，真的好危险哦。所以讲，我们接下来要去一个情资整合中心，科学鉴定还原就要情资整合。对不对？你现在很不懂哎，应该不会常常被人家送法院。海哥出发了，谢谢学长，谢谢，而且也可以谢谢学姐，学姐真辛苦，谢谢。好，去，九公，麻烦你了，去九公，去九公。这个现场分析，我大概跟大家报告一下。
我们假设在山上剪断电线，这个路口到那个路口，需要两公里，这些的现场在这里，半夜上总需要一个小时。好屌 ！A 到 B 十分钟，那谁在这一段时间一个小时？讲得太好了。可是教官，我想提出一个质疑哈，因为我们今天早上来，但是我们的制作人他迟到了一个多小时。等一下，我也想先提出一个东西，对制作人来讲，他所谓的迟到，说他是住在那个，不要在节目上讲出我家人住址。OK 的，可不可以调阅这个监视器内容，证明他早上是因为一些私人的活动？学长，我们利用职务之便调查自己身边的人。没有，我们是警察，不是一般平民。对对对，你讲，我没有，对，我不是同一条线的。我能够接受公平的调查。好，报告。那跟台哥跟 K 的报告一下。那我们会持续的将这些车牌不断的传回到我们的车牌资料库。每一台的摄影机拍到的时候，它就自动把答案调出来，就开始知道它路径在哪里。是，传闻只要输入目标车号，它就会把它曾经被拍到的地点全部秀出来。今天我们是必须节目，对，就是我们要深入调查。这真的也可以，就是印证上是消防员，我等你们一个多小时。我等你们。哦，对对对，尤其是每一次都是陈百祥这样的，几乎都是他。因为这段害我又要多花时间去翻消防员的影片，再老哎。我要不要看一下现在时间？10:38。台哥嘞？在路上。百祥呢？百祥也在路上。所以他们全部迟到。对，几乎都是他。台哥有找到人吗？他现在还没有接电话。途中打电话给你，帮我按掉气死。我也是有办案的能力的。对，我也有。这边台跟 K 的报案，就是这个是我们系统它呈现在 GIS 的图层上面，我就是立刻针对那个制作人的心中做一个了解。车牌辨识就是我们输入车牌调阅之后啊，发现它从综合环球购物中心这边出来，沿着民族路往警察局方向走。照理来讲，大概15到20分钟。他扛着摩托车来，但是我们就是发现他在民权路这边右转之后啊，他没有在县民大道左转，他反而是右转往安贞东路。那有没有可能往四川路那边一直走到亚东医院去割完包皮？你们看起来方向不是往那边，不是不是，看骑车姿势也不像，也不像。到了汉贞东路呢，就到了汉贞西路。好，我承认了。迷路吗？所以我们的制作人可能是去当地一间比较有名的小吃店去消费了，这样子。哥，等一下，找我们用这么多警力，就是去调查你在那边吃东西是吧？那边是卖猪脚，对，我就早上绕过去吃了一个猪脚，好不好？我怎么了吗？okay. 等一下，我要主张一下我的权利。你讲，因为我是英国人。所以这个事情要移回大使国政。现在又是英国人，在这边一个人在继续下去。来，改不？违法入境啊！我记得这边，看一下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看一下。Excuse me, you are British. Yes. Okay, come on, come on. You are under arrest. 这个系统超屌的。其实我觉得这个点也是蛮好的，隐私权跟降低犯罪率上面来讲，我宁可选择降低犯罪率。当然啦、我们如果说你没做坏事，我们怕什么？大屁啊！台哥，咱们去 motel， 这要分工。没有那么长，不是没有那么长，完全没有了。那不好意思，如果像是台哥这种人物带了别人的经纪人坐飞机去香港，这可不可以跨国的去做一个连线呢？那出入境记录都会有。你是压力。但是正常的出国后，我骗人，你这都没有讲。我还传短信给你说，嘿嘿，我说好好使用。慢了，继续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像您刚刚提到一个部分，有调查通联的部分，对不对？是。那我上个月申请调查我们两位主持人的通联，那个应该已经过了，对不对？是。
那不知道今天来不来得及看一下那个词？哦，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哦，好。你现在是叠对叠，对不对？你是申请怎样啊？凭什么申请？凭什么？本来这一段我是不想拍的，我想说，哎，既然看我的形状这个东西是 OK， 那这个应该也可以播。刚刚也是临时才问的，这个是隐私吧？我是预谋，你看这张 PPT。那这部分就交由我们旁人来为各位做一个解说。你为什么有这么多解说员？哎，我想说这个图，我可不可以邀请 P 的看这张图？你觉得这个组织关系大概是怎么样？可以，我觉得充满了。请问一下，对数字代表什么？许露啊，就许露啊，许文、许文，你们许差、许差了。那我想请问你一下，你茉莉有一次怎么样？节目，你打17次电话给他，我就想说他那么久没来，他怎么那么久没来？一通就哎，茉莉啊，怎么那么久没来？哦，保重身体，好不好？洋洋打23通，因为有人欺负洋洋，把洋洋在节目上面弄哭。有人这样子，怎么会有发生这样的情况？我大概有，然后洋洋都是一直在哭。我是不是拿过来节目上继续讲什么话？我跟你讲，像这样，你就要好好的惩治他。这样欺负洋洋，不要再这样子。这样子，那你为什么原因没起？你用讯息啦，讯息录了78通。我其实后来发现，我比较喜欢。哎，我觉得我真的很可怜，我所有的都是。学长，可不可以认真一点？他怎么可能打给人造人？再打给川普，再打给孔刘，再打给安娜贝尔。其实那边的话，是因为我们观察台哥，就是跟他几位常常一起出现的，我们在做。学长，这一块，学长，这一块，他现在就是他本人。你在扯什么？生活比较少人关心他，然后 David 觉得关心台哥的一些起居，对，然后因为有时候老人他哪个时候走你也不清楚，不然他录影走了还是迟到，他是刚才做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哎，不要乱调查。所以如果有一个犯罪集团，他们都是用飞鸽传书就很难抓。飞鸽现在在做飞鸽传书了，这情资的收集原来就是这么样缜密，所有的犯罪行为的资料不要心存侥幸。你已经是瓮中之鳖，法网恢恢，输了，没错。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. Yeah, got it. 上次交通那个还好，交通那个还好。今天的目标啊，只有枪械，火力强大。报告任务的分配，第一小队正门公路，这样可以攻击吗？这样确实没问题。我的手在抖哎，下车。下车！是每次的魄力，有点紧张，其实。其实我只是想当刑事，没有说一定是要操作。